在学武术的时候，尤其是这种武术，你要看什么？我现在在练，我现在在练，啊，你要看什么？请问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内力。啊？内力。画家要画一个画山好了，他去看三个月，请问他在看什么？他是在看这个山到哪边有一个。有一个弯曲，有一个尖，到哪边有一个尖，到哪有个尖吗？他是看这个吗？啊？请问你他在看什么？看这个气，这个意识。其实我刚刚不好意思，我再多补充一下，老师，我其实不是说看形，因为他照那个动作做，我可以感觉到你头部力量在带，就是跟平常做运动一样。他那个好。你就是要看一个势，你看山要看山势。为什么有的山它称为秀，秀丽？台湾的山大部分是秀，是不是？达到一个秀。好，他在画的时候，怎么什么技巧，什么曲线可以表达一个秀？所以他就画出一个秀的感觉就好了，不是要完全跟那个山一样。这个山是嶙峋。他看出这个山，看那个嶙峋的那个势子，他回去画的时候就画出那个嶙峋，然后他的怎么走，他就画出那个嶙峋来，晓得吗？他把嶙峋画出来了以后，那个里面的细节就对了。你把意画出来了，技术层面就对了。你去抓技术层面，永远错。所以好，我们回头来，好，你要抓一个在练拳时候形成的势。现在很多练拳它是静态的，所以它没有势了，知道不知道？我刚才讲的太极拳是个流动的圆，好，你要很仔细的，啊，比方讲我从这边，我要做一个流动的圆。我必须每个细节要符合要求，它才有流动的圆。如果我这个样子，我这样子，请问有没有流动的圆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比较直线。出尖的嘛。你的桩第一个，你的桩就没有了嘛，晓得吗？你的桩形成不了那个圆了。桩是最主要的结构的那个结构的基础。你如果做，我说你如果做这样子，有没有圆？没有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你气道是一个流动的圆，楼西奥部有几个圆？是不是？楼西奥部有几个圆？左手的圆。右手的圆，右手是这个圆，是不是？左手是这个圆，然后到这边，右手是这个圆。你看，右手是这个圆，左手是这个圆，到这边合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的身体呢？你的身体呢？你的步呢？到我这样走的时候，你看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，我不要手，我这样走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是这个圆。回到这边，这个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个，我的身体也是一个圆，这样懂？你变成这个样子的话，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为什么要放到胯？
因为你放到胯才有圆嘛，你放到胯才有这个圆嘛，胯才有那个圆嘛，膝盖没有嘛，膝盖的动作只是前后嘛，是不是啊？膝盖是单一方向的行动，它没有圆，这样懂吗？啊，所以它是每一个细节，它太复杂了，它是一动无有不动，一个圆在动，一个 3D 的圆，一个立体的圆在动的时候，你们看那个什么曼陀罗花嘛，是不是曼陀罗那个图形，一个立体的圆在那边转动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去看每一个细节的啊，所以你要看那个事，你要看那个事，你的事做对了，你今天头脑里面哦，我的楼西奥布是什么事，是一个这个事，是一个这个事，我这样子，我的头脑里面我只要做出这个事来就好了嘛，那你做到了它就对了，那这个事可以小可以大，我做大事大圈嘛，我做大，我刚才讲了嘛，有的人是这样练嘛，是不是？有的人是这样练嘛，也没关系啊，他是做大圆嘛，他把那个做出来就对了。但这边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当你到这里的时候停了，啊，这边停了，重点是这个。所以你也可以，我在这边，我的心里是那个圆嘛，我在这边做这个圆，行吗？可以嘛？嗯。我那个东西做出来就行了，晓得吗？你要掌握的是这个啊，所以你在看这种拳的时候，它跟那种1212的拳不一样，1212的拳你可以看动作，他的手在哪，脚在哪，看这种流动的拳，你看一个水在流动，你不可以看每一点嘛，是不是？你要看那个势嘛，所以那个势是一个瀑布的势，还是一个长江大河的势，还是一个潺潺小溪的势，还是一个臭水沟的势？你把那个画出来了嘛，那瀑布就是瀑布了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不要去画那个瀑布嘛。这样能懂？所以掌握这个东西，你能做出这个，你的身体就对了。啊，晓得吗？你吹一个乐器，你吹小喇叭，或者吹那个萨克斯风，你开始吹一个音，老师说错了，啊，然后再吹一个，啊，对了，什么对了？你那个音那个痛那个音对了，表示你口腔里面的肌肉运用就对了，可是他不能告诉你哪边要怎么样，你没有办法做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这边放松，那边撑开，喉咙松开，腹部怎样，没有办法的，你没办法做的，你就去做，吹出那个音了，那个音对了，表示你里面对了，这样懂吗？所以练拳，尤其是太极拳这种拳，你不要去看分成多少动，那都不对了。那是大众教，大家在公园教，把它分成那个样子的，好学，让大家好学。可是那个错了啊！不要去学那个。这种高层武术，你要学高层的东西的。学它的意，学那个事，所以我不管你其他的，我只要你那个对就好啊，晓得吗？我教大家，我没有要求你的马步一定要怎样，弓步怎样，手到哪边要到哪边，我不管这个嘛，可是你把我那个东西那个流动那个圆做出来就对了啊。像这样走，像周恩刚刚这样走，
你刚才那个布那样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刚才上那个布，它你刚才上那个布是上在这里，上在这里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好，上在这里，太极拳的差别，你的布上在一条直线上面，你就做不出来那个力，那个盘形的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必须你的布必须是一个面。你的布是一个面，你才可以做出这个圆。原来根据的是什么？根据的是这个圆。这样没懂？它跟八卦就不一样了。八卦是线嘛，所以我八卦的话，我出脚一定是这个样子嘛。它在一条线上面，我要的东西是这个东西，所以布就是那样的布。它枪点出去啊？它一个枪点出去。对，啊。那太极如果是圆的话，我这个出去的时候，我这个捧就要出去了。太极拳一出去就是一个捧嘛，就是一个捧，它是一个它圆，它不要枪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它除非它要发财，才一合，把那个圆一合，在一个点上面出去。这个变化。对。由这个捧又变成直径了。这样能懂？啊。所以我不把你们当做下鱼来教啊，我希望你们去掌握那个，我们不是上智嘛，起码也是中吧，听懂没懂？去掌握那个东西啊，然后它也不是往边走，它不是往边走，当你这个不往边走，你的身体的力量的方向就变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看，它在后腿收回来的时候。他在这边后腿收回来的时候，这边是收回来嘛，他为主的是还是往前走，只是从这个地方是这样往前走，而不是这里。如果往这里走，力量变了，是不是？我还是往前走，还是前面，还是前。好。